我是袁咏仪，我是张智霖。2月14日，每周四中午12点，芒果 TV《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二季《浪漫再度出发》，重新领悟幸福含义，来一场旅行，打卡浪漫图鉴，看《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二季，就在芒果 TV。听我老婆的，准没错。第二季。本节目由十七年专注中国宝宝营养研究，只为好吸收的伊利金领挂独家冠名播出。攻略齐全慢慢找，本节目由两亿人都在这里分享经验的小红书 APP 首席赞助播出。真爱不易得，找房上贝壳。本节目由好房好服务的贝壳找房 APP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合作伙伴婚纱照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博爵旅拍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注营养研究，只为好吸收的伊利金领冠独家冠名。十七年专注中国宝宝营养研究，只为好吸收。吃也好，玩也好，攻略齐全，慢慢找。本节目由两亿人都在这里分享生活经验的小红书 APP 首席赞助。真爱不易得，找房上贝壳。本节目由好房好服务的贝壳找房 APP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合作伙伴婚纱照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清透毛孔、深层净肤的奢悦活颜净肌清洁面膜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拍照教学神器的三星 Galaxy S10 Plus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暖暖的很贴心的999感冒灵赞助播出。芒果 TV 会员每日专享《妻子的浪漫旅行》会员 Plus 版，全都是你想看的料。好，欢迎四位老公。哎，上一期在墨尔本啊，你们家佳妮，结果他把护照给丢了，在墨尔本啊，到底怎么办呢？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浪漫的行程呢？我们去看一下。Bye, Melbourne. New Zealand, see you.你那是找没找到？怎么是上飞机了呢？他还没有上飞机。走喽，集合到喽，走吧，我们。峰哥安排的络腮胡子，跟峰哥一个风格。Welcome, nice to meet you. 这身制服有点过。I'm Josh. Yeah. 你们好没？好，非常好。啊，不会是那个车吧？哇，好漂亮呀！敞篷大，哇塞！哇，这个车很酷哦。Very cool！ 哦，这个车有点意思。好舒服的空气呀！哇，好美呀！啊，真的很美呀！真的很漂亮。对，有小房子，还有湖。我要去划船！哇，竟然金领冠送来了惊喜冠！来来来，峰哥来得疼。新西兰皇后镇，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他非常喜欢的。到了那边，我想毛利族的欢迎仪式，妻子团应该会喜欢的。哎呀，这个确实是，其他的都是各种冒险。极限峡谷，真人版愤怒小鸟，峡谷蹦极，都挺危险的。你这仨你全选了，那太狠了。给我们的手册呀，旅行手册第四站，新西兰皇后镇，好棒，最后一站。这次旅
行给你飞一样的感觉。谁呀？新西兰位于大洋洲的东南边，有长白云之乡和绿色王国的美誉。皇后镇是全世界最佳旅行目的地，四季都有迷人的自然风光和娱乐休闲活动。这个有点贵。这快艇吧，好爽。哇哇，这个好，这个看着好玩。哇，这也好玩。是全世界情侣和极限爱好者向往的地方。极限爱好者向往的地方。极限爱好者。啊，又来了，救命！又来了，我们跳了伞了。哇塞！哇塞！完了！这什么呀？这个什么东西 ？No！内维斯峡谷。这个不玩了。哎呦！天哪，我看着都晕。秋千悬挂在内维斯峡谷上方，一旦拉线被放开，你将体验到330米弧线的加速摆荡。其实护照丢了也挺好的，不用去。不行不行，这个会吐。天哪，这个有点可怕。我待会儿给峰哥打电话，我得好好骂他一顿，没有。什么情况？他就是不想让我回去了，然后他就可以有了新的生活和新的发展。我觉得是这个意思。我也没想到我媳妇跳完伞还能回来。他想让我们吹个嘴巴脸皮，我们把这个帘儿能不能拉下去？四面漏风。峰哥，吹一下吧，都 OK 的，吹一路吧，还是有点冷啊。我冷死了，快点！哎，我们这样缩着，对，拍张照。有这么冷吗？哎呀妈呀，汪峰，听到了吗？大家吐槽你了。这项目我选的稍微好一点的，我觉得好。对，就是你不能一点都不玩嘛。但是我都写了，子怡不用跳。啊！子怡不用跳。哎，这个我还爱的。哎，怎么？对，我对人家用了哪里不对呢？你们俩，我那个护照丢了，不参加。你那肯定会回来，能参加的。其实现在说啥都没用，我鉴于他们之前跳伞的那个事儿呢。我觉得我写什么根本不重要，他们肯定会跳。那我就反问一下，如果是妻子来安排，你们最怕他们安排什么项目？我这是蹦极、跳伞，我这都不行，过山车我都不行。但如果有一个丈夫的那个玩命旅行，然后就非让你参加，在聚光灯下、全国人民的直播之下，你敢不敢去？不敢，弄到彻底，总比去世了强。我人生中最怕的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我怕禽类，就是鸡。带毛的，嘴是尖的，我害怕。跟我老婆一样。我是因为小的时候穿开裆裤被鸡捉过屁股。童年的阴影，我老婆也是。对对对，那我太像你老婆了。你们可以一起去旅行耶。然后第二个是我怕鬼，我很喜欢看，很喜欢看电影，但是鬼片我一定不碰。然后第三，就是让我媳妇儿跟我妈待在一起，不是他俩关系不好啊，是我特别怕出现点什么问题。汪峰呢？就是恐高嘛。哎，那就是如果演唱会就有那种高台哇升起来那种哇。对，之前演唱会有过，确实很高，8米。我跟你说，尤其是最后一首歌，还得是无比威武。志林最怕什么？最怕做一些没趣的事情啊。比方说去 shopping 啊那些，我觉得非常没趣啊。好，那我们的设置，比如说，志林必须要逛够3座商场、50家店铺，然后连逛8小时。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就是、我做错了什么？
那我跳十次蹦极吧，换回那个啊。好，继续啊，妻子的浪漫旅行。啊，我们就住到这个湖边啊，就好像童话哦。哇，这也太美了吧！哇，嗯，很舒服的。到了，到了，到了。哇，贝壳小屋会不会有一个另外一个管家在呢？我很期待，我好期待呀！给我们一个管家好吗？给我们一个管管我们。Hello， 精灵罐，我们又来了。Hello， 来，我们探索一下。好。啊，哇，有一点家的感觉喽。有。哇，天哪！太爽了，你看外面。吃饭好不好？好啊，好，好。粥啊，太好了。嗯，好吃的，粥不错。我们今天，房间这里有几个？我可不可以继续跟包包一个房间？我有弄得很脏吗？没有，没有。而且我上一场表现得很好的，就是没有乱扔东西，你只是逃避而已。你们两个合伙欺负我，你们会被我的粉丝 diss 的。你都脱了，你还 diss？ 我们来抽签吧，好吧？嗯，对。哎，抽那些什么什么那个签，就是长短的那种，那个叫什么？拿牙签那种。对对对。来吧。怎么个规则嘛？嗯，就。这个峰哥安排的房子就你先抽，然后抽到最长的就可以选，先选。好，最长的先选。哎呦，就你们仨抽，我还给你们弄一弄。为什么就我们仨抽呀？因为我是在选房的食物链最底端。我没有。哎，我想说，我们先抽房间呢，还是对人呢？人先抽人，再抽房间。我选择纸衣或者是包包，纸衣或者是包包，那有什么好抽的呢？啊！但是娜娜上一场的表现是很好的了，我会在这几天比你们都干净，比你们都干净，对不对？对，完全很干净。对啊，完全来交给你了，那交给你了，娜娜属于你的。属于你，我要挤一会子包包，这一手套、哟，蛮长的，好，就你们三个，先看谁最长。哎妈，你最长了，哎妈，你最长了。让我们一起啊，这样吧，嗯，因为呢，我跟亮姐住过了，住对对对，同居了很久了。然后呢，各种理由，找吧找吧，这首歌叫做《找理由》。哎，你没有尝试过跟子怡跟娜姐，我跟娜姐我是这样的，子怡呢和我她都没有尝试过。你要娜姐吧，娜姐呢不要，又有才，不要随便，谁嫁的？不要随便推销我。我觉得不如这样吧，我觉得这个听的也蛮好的。哎，对对，子怡你睡觉轻，子怡你睡觉轻。哎，我不介意，你给我扔阳台上我都不介意。那么好，是这样的，因为子怡姐睡觉轻，我睡觉也轻，嗯，我就觉得我就陪着子怡姐睡，好，陪着子怡姐睡。好。打雷呀！我要打雷呀！晴天霹雳。放大雷呀！吓死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来到这里，我要承受那么大的、那么多的刺激呢？你有了美景，你必须得失去一点什么。OK， 然后现在是房间，我觉得房间就给你们大屋吧。哇，你看， yeah. 你看。大气，什么叫做因祸得福？你就是最好的写照。Oh my god, oh my god, 下雨了，走走走，出门喽。最喜欢就是《西游记》，我也是。我就想演蜘蛛精，真的假的？做梦都梦过演蜘蛛精。那弄一个这样的戏啊！我老婆这个造型蛮像那个沙僧。有你这么黑人家的吗？真的。这个吗 ？Hello，How are we？ 又是他，他可以开各种车是吗 ？Let's go， 加油 ，Go go。这个是这样的，待会儿我们有一个流程，就是我们待会儿会走到那个场地里面去，然后毛利人他的特有的号角会发出响声，然后来引起我们的注意，然后接着是他们的表演，是他们的最高礼仪，然后我们吃饭。啊，哎，彩虹，哎，快看大彩虹啊！哎呀，大彩虹哪里？哎呀，我天哪！哦，真的是彩虹。雨过天晴了，哎，我们的彩虹终于出现了，哦，太美了，哇 ，beautiful， 哇塞，我们好幸运的，我的天哪，好幸运啊，我们一来这里就有彩虹了，彩虹，弟弟 ，look， 行吧，彩虹。大的彩虹还是挺少见的，对，我一看，这是我见过最大的这彩虹，太有气势了，这个彩虹。How do you say rainbow in Chinese? 彩虹，彩虹 ，Follow me， 彩虹，彩虹。哎 ，Good， good， yeah， handsome boy， beautiful ladies， yes， yes， you mouth very sweet。嘴巴很甜，嘴巴很甜，又吐，哎呀，漂亮 ，beautiful， follow me， 漂亮，漂亮 yeah, ，beautiful， that means beautiful， yeah， 你们漂亮 ，yeah， yeah， 谢娜漂亮，谢娜漂亮 ，yeah， good。这地方是真美，嗯，关键干净。到了，哇哦，好漂亮哦，哇哦，这花好也好看。他们在等待我们呢。Jordan， Jordan， welcome， welcome， that's something lovely， welcome all， Jordan。You need to come and hold my arm. Me? Oh, okay. We'll all come and close you together. Okay. 带他，他，带他，他。所以你老婆很配合毛利人的打扮，对。对呀、啊，就被抓去做老婆了。这是毛利族的欢迎仪式。其实他越凶，越是夸张，越是越热情，越是对你的最高的欢迎。绝对已经傻了，这四个女孩。啊！你啊，你啊！他打烂的，谁哇 ？OK， 妈！啊！你，干啥呢？干啥呢？啊！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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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 this is an action song about love. 他们能接受这个。呼唤老婆回家。歌应该不是我们点的。爸爸呀，爸爸呀，他乐在其中。最嗨的啊，峰哥，谢谢你，谢谢峰哥，谢谢峰哥，他都知道我想吃什么，是不是啊？峰哥，你很厉害哦！哇，那么棒！要不要来试一个 oyster？ 尝一个 oyster， 我这里有，我们这里有，谢谢。哎，很好吃哎，这个真的好好吃啊，超级好吃，好吃！哎，我瞬间惊着了，哎呦，哎。这是什么啊？这个是？那么早就拿单子来，我以为。买单走人。我峰哥还不看是说你好了，立刻就买单。这里有三个问题，抢答吗？抢答吗？不，都可以回答。嗯，第一个问题是，假如有一部机器可以测试到你的伴侣有多爱你，你要使用吗？使用吗？可以啊。万一测试到负二十，那万一你测到就是没有你心里面的估值怎么办？那我就觉得这个机器坏掉了呀。那你干嘛要用这个机器呢？那也好啊，知道一下无所谓啊。他不爱我，我可以爱他。哎呀，好伟大啊！他不爱我，我可以爱他。哇塞，回答得好。子怡呢？我不太想哎。为啥？因为我不相信有这种仪器。你看，这就是一家人，就是这个事儿本身就没有意义，拿个机器测试。对对。对对万一呢？如果说那个测试值没有你心里面那么多，你会怎么想？那我会告诉他。你告诉他啊！再接再厉，再接再厉，奋发图强。你看。人家会告诉他沟通，你就说人机器坏了。机器没有坏，是你的脑子坏了，脑子完了，完蛋了。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在爱情中你做过的最卑微的事情是什么？最卑微的事情啊？什么算卑微呢？爱情里面没有卑微。对呀、啊。人家有爱，什么都不卑微啊。你看。你看看，你看看，我觉得卑微可能是因为自己有的时候会不自信的感觉，会造成那种感觉像是卑微，但其实也并不是，就是因为你不自信嘛，很胆怯嘛，可能做事很小心。就比如说你吵完砸完，然后他走了，最后你还去扫地，然后还要去找他道歉，这个算对？那你说也不是卑微，就是觉得有点过了，感觉自己。到最后我们俩也是有默契的，就和平又好了。我这个人特别心软，他一哄我就觉得，哎呦，你看他还是爱我，他多爱我，我就马上就好了。
其实有爱做什么都不会，不觉得丢人。我不觉得会卑微，我只会觉得不好意思。比如说我真的提出过叫我老公在一个情人节送我花。啊，这样是卑微？对，他说了这不是，所以他是不好意思。我觉得那个是很难说出口的，因为你明白吗？都是那天都是自愿的。对啊，对，他结果要送了，所以就更不好意思，你明白吗？就更不好意思，你明白吗？那你是怎么提的呢？当时我说，哎，你那个我看到每一个人都好像会有，你可不可以也送我一个？因为我老公一直觉得为什么一定要那天送嘛？嗯，对啊，对。但是他也做了，但是他是那种，好像哎，你叫我做我就做吧，这样。这个事情已经是他最委屈的事。祖一有不好意思的事情吗？类似他没想到，但是你希望他做的。我觉得他有不好意思的时候。他有。对，就我有一次给他剪指甲，脚指甲，他不好意思。他不好意思。因为他脚趾甲很长很长很长，汪峰的形象做完这节目全没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剪，就等着你来剪吧。然后盖痣，他的盖又很好，指甲一般这样剪了，我两个手掌还剪不动，我只能埋怨指甲刀不太好用。峰哥吐槽大会开始了。那峰哥有没有尝试过卖萌啊？那就没有。没有啊，就没有印象。跟女儿在一块儿的时候可能会把地上爬呀什么，跟我没有。真的吗？你看我们那天拍宣传照，峰哥就站在那就这样了。然后就往峰哥往左边看一下。他生气的时候，他平常就是生气的时候，你不觉得他的眼睛能给被放大到那么大的程度？放大镜，放大镜。刚才那个峰哥那种不好意思的，你们有吗？不一定是剪指甲呀，也可能是剃头啊。剃头啊！我老公戴上假发回屋的时候。不好意思了，因为有很多戏都会戴假发，然后我觉得他戴上假发第一眼看我的时候，他就不好意思，就会脸红，他会跟我就是有点要耍帅，然后什么感觉，然后我说哎呦那么帅，然后他就马上蹭就脸红，然后就哎。那他洗头是用洗面奶还是洗发水？洗面奶也用过，沐浴露也用过，洗发水也用过，都用过，他自己也很纠结，不知道该用哪个。说实话，剪着啥用啥，基本是洗面奶居多，就洗着脸洗着脸自己搓上去了，就然后再搓过来。你老公给你洗过头吗？哎，我突然想到这个，他特别讨厌头发，你知道吗？我晚上睡觉必须把头发扎起来，不然他就不太高兴，他就一直说，哎呀。哎呀，这头发！哎呀，那么烦！那你是不是老挤在人家胸口上趴着睡？他老挤着我，他特别喜欢黏着我睡。其实我都是逃跑的。他只是在你没有睡之前他受不了，等你睡了时他把头发拿过来。哎，你看一下他的手机有没有去自拍、啊？我俩的结婚照好像就是。他把我头发放到他的头上，我跟你，这就是他晚上你睡着以后他做的事情，是吧？表面上感觉就是，哎，拿走，你什么玩意儿？睡着以后，哎，看，他那个头发硬到啊，拔下来一根，我觉得都能剔牙了，巨硬。我跟我太太睡觉哈，俩人这么近，晚上他那个头发就直接扎在我的脸上，就感觉镶在我的脸上一样，你知道吗？我要给他一根一根拔下来，所以他晚上睡觉前他都会哎这么撩一下，然后再睡，你知道吗？我老公最讨厌我帮他擦鼻子，他说常常说我帮他擦鼻子或者擦嘴，然后像擦大便一样那么大力，是的都行，我能够想象得到，来，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峰哥打呼我是踹的，然后就这样抓的，你知道吗？他第二天真是红的，他说我这怎么红的？我是这样推我老公的，我推一下他，他就停了。哎，对。然后我第二天早上我说哇你昨天打呼很厉害，
你没有。我说我有吗？你呀、啊，我录下来了。说到亮亮姐呢，因为亮亮姐太远了，我实在不想下场去等她。真是。那个录音老师啊，那个 camera 一定要把那声音调的大一点，一定要记录一下。哎，他睡沙发，别说了。我可以，不要说我们打呼了。可以的，这些话题比较狠。哎呀。刚才啊，汪峰跟子怡真的神同步，说如果有一个机器测试对方有多爱你，然后你说不可能有这种机器是吧？对对对，我觉得最准的是人的心，机器那都很扯的，不是说怕什么，对，你随便测，但是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对吧？人的心是最准的。那这里你会用吗？假设比如说，我不需要，我相信，我相信我老婆，她很爱我。我感觉得到，厉害吧？我跟我太太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哪怕有一万个人说你俩不合适，但你俩相爱了，你俩在一起，你们俩就自认为是最合适的。就那个不重要。就今天我们俩如果测名字，好，包贝尔加包文静，算可能就三分，那又怎么样呢？那不等于他不爱我，也不等于我不爱他，我们还是得在一起过下去。刚才大家分享了一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去做一件老婆不好意思让自己做的事儿？有没有？没有，到目前为止已经没有了。对，像挖耳朵、剪指甲这些全是他主动跟我说，我就赶紧逃跑，他说你给我回来，母性很强，你把头给我放这儿，然后就开始，确实很舒服。我发现挺多女人就喜欢给男生扒耳朵呀，我怎么没享受过这种待遇？你回去可以试一下。我是，就是不会再让他给我挖耳朵，挖疼了。不是，他给我挖聋了，耳朵里面堵上，去医院了。真的，拿机器给我吸出来的，我再也不让他挖了，因为那次他也就是觉得哦吓着了，对，吓着了。那志林有没有那种特别不好意思的事儿？你刚才说没有，真的没有。他喜欢去有一种主道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想他的宠物一样，宠物一样。哎，摸一下，真的，你很配合。我没有配合，我根本不知情，我只是就是，好痛啊！通常是这样子。哎，佳妮，佳妮，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啦？你那边要是弄完了，你就赶紧赶过来啊！我们现在已经刚刚吃完饭了啊，好，拜拜。又累了，像他们这种舟车劳顿，天天。我们每个房间都有精灵罐，你知道精灵罐的那个原产地和工厂就在新西兰。哦，是吗？对呀，我们后天还会去。啊，还要过去啊？对啊，后天就去看奶粉是怎么做出来的。哦，那还挺神奇啊！我好想看了，因为我从来不知道真的是怎么回事，真的好想看啊！对，所以我觉得好期待啊，回去还可以给孩子们讲一讲他们喝的这些东西是怎么出来的，对呀、啊，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对呀、啊。去哪儿呢？我们这儿有个大粪儿，它老往里跑。我来吧，你来。之前他能够赶回来，他护照怎么着了？他找到了。
哦，那好了，找到只要找到就可以了。我想过就是要推后一下，就是我们等到他来了以后我们再去，但是让导演组联系了那边就不能推后，因为推后的话那边就整个得全部取消了。那就去呗，一会儿到了去找他就完了。我们得那个就还是得按原计划去。原计划旅行当中就千万要小心自己的成绩。嗯，有的你可能要错过了我们疯狂的，挺好行，混个级啥的就错过吧。报好名字去高考，好，我们帮你逃过一劫。对，我们帮你玩，我们帮你玩。Oh Lord, hear me turn these words into a song.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这跟我那套是一样的，是吧？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醒不来，起床啦！比你那样斯文多了，这叫不起来人，我感觉。手机砸脸。现在是十点了吗？我的妈呀！我以为我看错了呢，太爽了。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起床啦！给我反应来是疯哥的，是的。峰哥，你这太温柔了。对。我的笑点，我的笑点。这种地儿就适合待一周，踏踏实实的啊。看看电影啊，看看书。他们这个行程还是挺好的。又来，满满的正能量。吃亏了，快关了。嘴角向上，蒸蒸日上。起床啦！知道啦！知道了。插头拔掉吧。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还把插头插上。灿烂的阳光，真的。满满的正能量。嘴角向下，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你多坏吧！不是都拔了吗？我不是拔了吗？怎么又想？这子怡姐已经拼了，这俩人已经掰出来了。亮亮姐，起床了，笑容向下，什么都不好看，笑容向下，超级美丽，超级美丽哟、哦！我以为他在外面打太极呢。李姐说了，我是最佳室友。对啊，他在家动都不动的，特别好。你说这些人都当妈妈了，怎么跟小姑娘似的一个个？他们释放了。亮姐、嗯，我给你推荐一个，我最近用了一个特别好用的面膜。啥呢？就是这个。当当当。哦，
叫奢悦活颜净肌清洁面膜，有什么好啊？它呢可以全脸涂，敷完之后皮肤呢会特别清透，而且毛孔也会变小。还有呢，它这个面膜就是一敷一撕，你用过吗？这样的面膜？什么一敷一撕？就是把它敷上之后，然后等干了之后就把它撕下来。那么开心？对呀、啊，然后它会让你的那个黑头啊什么的就都不见了。真的吗？对。而且里面还有人参的提取物，还可以平衡我们的水油。我刚刚就敷了，你看一下，皮肤就变得特别特别亮，而且特别的清透。谁呀、啊、你？那么漂亮的。我是袁咏仪。就这个你看着。哦，还挺好的。好好好，你有机会就弄一下给我用。好好好。子怡，子怡，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我笑了应该有一分钟，今天早上。嘴角向上，充满正能量。嘴角向下，迷失方向。但是风哥说的很温柔。他说的是催眠曲。今天早上谁爬进去了？我们房间是谁爬进去了？我接到了指示盘。我今天早上说，我说不知道是谁还进来给我们插上。哦，好，都是他，小坏蛋。来来来，开视频了。推荐其他的妻子们去这个其他的极限峡谷真人版愤怒小鸟峡谷蹦极，就是这几项子怡绝对不能参加，绝对不能参加。其他妻子强烈建议多参加。对，那你不怕其他妻子在玩这些项目的时候吐槽吗？不管怎么吐槽，他也不能参加。他可以在旁边给他们添油加醋啊，吓唬吓唬他们呀，因为他反正也不用做。真是亲老公了吗？因为我了解他的身体的，是不可能承受的，他可能会真的有可能会被他们说动。但是请你们一定要制止，因为会非常危险，不要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让他突然上了某个项目就行，好吧？这个有没有威胁的那语气在？有啊，他说不要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让他上了某个项目。万一我不小心说了，好玩了子怡你去吧，我去玩吧，那你去玩了以后我会有什么后果呢？每天早上你都会听到早上起来拥抱太阳。我的妈呀，所以今天我们选择一下吧，好不好？秋千我觉得有可能。世界最高峡谷秋千叫做尖叫机器。对对对对对，好好走。我说的话还有人听吗？我就知道那个气氛 teamwork 跳。我觉得子怡有可能听峰哥的话没跳。我觉得他应该跳了，没听话。你的话一点威力都没有啊！聊威力就已经不要再聊了，飞机都掉了。Good morning， 热死他了，他终于可以坐后面了。嘉宁到了吗？到了，在酒店啦，刚刚下飞机。来吗？找我们来吗？要去弄行李是吧？对，那即便来也赶不上了，来不及了。对，怕晚，玩不到。对。哎，还见到包包，包包，你的节目，包包。嗯，我今天上热搜了。说你什么？说我开个家政公司。我去袁姗姗家帮她怎么叠衣服，怎么打扫卫生啊！我一直干活干到快下半夜三点钟才从他们家离开，我操，真累惨了。我在姗姗家的时候，吴昕给我发微信说：“宝，你来我们家呗。”我说：“我现在已经在姗姗了。”这是收拾之前？不可能。对，巨乱，你看一下，真的乱。天哪，怎么会这么乱呢？你看一下那个洗漱台，真这样啊？我觉得拍戏有可能，因为来不及。谁让我？我们真的可以开一个，我觉得还挺有点的。真的，肯定爆火，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的宣传人物呢，要靠娜娜。
什么呀？咱们四个合伙开一个家政公司。对对对，好，可以。你做广告是就像珊珊这种，你是负面的。对对对对。然后呢，给他5秒钟很乱，然后10秒钟就是我们给他，好不好？我生孩子一生没教，我就没有。哦、你是自然生出来的。啊、哦，厉害厉害厉害！你生了多久生出来的？2个小时。哦。他生孩子这个事情是我完全每一个细节都经历的，应该是一个大夫3个护士，嗯，哎，就到马上要生的时候，大夫把我，哎，你过来，他说有一个护士没到，就让我成为其中一个助产师，所以我经历了全部的过程。我可以感受到，就是子怡在生孩子的这个全部，她真的不是那种喊，说那个哇就这大叫，完全没有，就她的毅力是真的让我觉得太厉害。他们有的折腾10几个小时呢。对对对，有些人真的，我就是。你打针了吗？我到最后才打针。就是你的那个宫缩，你一直是疼的。对，我疼了大概4个小时。开到什么？全开吗？哪有，疼了4个小时，连半指都没有开。嗯。他们说，其实生小孩真的很危险，嗯，你知道吗？就是生的人，他是要把你孩子弄出来之后，要把你的里面的东西要归位的。然后呢，你抛的呢，抛的也非常危险，它是一层一层，因为你皮肉、脂肪各种层，然后他给你缝，而且那个时候孩子一抱出来的时候，也是非常容易大出血的。这个妻子的浪漫旅行，大家不要忘了，他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身份是妈妈。嗯。然后也不要忘了，因为我们的冠名商是伊利金领冠。其实现在很多人都特别怕生孩子。我老婆吧，这胆儿小，你知道吗？正常的一个人，你比如说，大家去蹦极哈，那就想蹦极会有多快乐。我老婆就是属于，先把蹦极所有不好的事先选抢想一遍那个。生孩子也是悲观主义。对对对对。妻子他们在这个生宝宝的时候有陪在身边吗？我是从他羊水破了，叫了救护车，要在救护车上拍照开始，我就没离开他。然后他生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这个地方，他这块有块布，我看不到他生产的那个，医生也不建议我去看，我就一直在这儿，从头到尾，一直到孩子生出来被抱走，我都没离开过这儿。孩子生出来之后，然后我说老婆我爱你，然后我老婆说，他总是会爱我更加自己。那你怎么说？我说我会的，我说我会的。我有一个镜头就一直都忘不了，当孩子出生了之后，我坐在那儿，门开的那一刹那，我岳母跑进来的时候是哭的，我妈跑进来的时候是笑的，就一下子那一瞬间，但其实都是开心的，大家也都是喜悦，但那个情感很复杂。想不到我自己会当父亲了，我也不觉得那个孩子跟我有血缘关系，一直到两个人的情感一点点建立，然后发现他哎长得有点像我，长得有点像我太太，他会叫爸爸，包括现在会抱着你的大腿四处就不撒嘴，你才发现就是你跟他是这样的关系。那问一下志林，我也陪他进产房，一起看着那个小孩的出生，当然蛮忐忑的。我记得就是那个孩子清洁的时候，我回头一看，我老婆她在抖，发抖。嗯，那我就过去握着她的手。其实她虽然是抖，可是她有那种很兴奋的那种感觉。那你说什么了吗？我们只是对看着。说什么我已经觉得那个不重要，因为他是那种开刀的嘛，孩子出来以后第一件事他就请那个开刀那个医生喝茶了，马上尿死，喷的那个医生。孩子一出来把孩子捧到边上，就这么
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后来子怡跟我说，这什么情况呀，所有人都在那儿围着，还不理他。但是我马上就回过味儿来了，我就过来看他呢，一个人在那儿流眼泪，他是那种就是喜悦的啊，有很多情绪啊，对对对，很复杂的情绪的。而且这个时候呢，你还没法把孩子抱过去给他，哎，反正还好吧，就只有那么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就是紧张，我不知道该干嘛。第一次当爹，在顺产的过程中，我一直就是攥着手，然后也是紧张，全程过程中是发懵的。到出来的时候，你对这个小玩意儿确实是一点儿都不知道他是谁。对对对，我说的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真的是这种感觉。我就说的第一句话，我就说，你辛苦了，我以后再也不让你生了。结果这是生第二个。确实心疼，确实心疼。这句话就是为了生第二个做了一个铺垫。老二生出来的时候，我媳妇就问我，你还让我生吗？你当时怎么回答的？好像也说的是不让你生了。哎，坦白的讲啊，就是老婆生完孩子跟你们之前这种感情是不是一个升华？就是我觉得简直就是生命生活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对，就是从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男生变成一个男人，改变了你的，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经过了这种生育，然后两个人这种靠近，然后是一个家了。对对，挺好，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老婆，我衣服呢？衣帽间的左边。老婆，我袜子呢？走出的第二个抽屉里。尿不湿呢？客厅的储物柜里。宝宝的口粮呢？老公，什么都能忘，这个不能忘。能，我们家宝宝只喝营养好吸收的金领冠，已经备足喽。17年专注中国宝宝营养研究，只为好吸收。想要随时随地美美哒，想要那样的快乐，想要和宝宝一起成长，上小红书 APP 找到你想要的生活。哇塞，哦，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再去一回啊，咱们几个去一回吗？这个是我第一次跳蹦极的地方。荡秋千要到了，哇，我的妈呀，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二季选的风景怎么跟我在小红书看到的攻略一样？小红书还是很有用的，快来拍一个1分钟视频拍一下。不行哎，这个，它这是什么？这是秋千呀、啊！这是秋千，哇！这是秋千呀、啊！哇！要自己拉掉这个。可是它这个是抽签的。玩不玩？你看我老婆要来。玩呗。Do you want to get checked in for the catapult? I could take you right over here. Sure. Okay. 我们先填表。What was your name? Anita. Anita. A-N-I-T-A. Yuan Yongyi. Ah, Yuan Yongyi. So now I need to record your weight. 54. We need to record it. So if you can just, first of all. 称体重。还写到手上，就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你体重多少。啊，完了。所有人的体重都在消失。对呀、啊，就在昭告天下。我们不说而已，我们不要说出来。Scale, let me just double check everything is right. All right, so this will be 102。穿着衣服呢吧？就是吃的。不是衣服到一个102，我从来没有102过。我们旅途开心。All right， 这个秤有问题。有问题。
恭喜子怡突破102。我上厕所，我再撑一次。恭喜小主。What's your name? Nana. Nana. Shena. Shena. All right. 帮我看一下啊，这个要怎么弄啊？ Yeah. 很简单 ，Nana。OK， email 有吗 ？Email address 没有的，填我的吧。Just needs one email. It could be your email. Thank you. 几岁？18。All right, you could step up on there. 我一定要关注一下娜娜的体重。可以了，我告诉你。稀奇，有用吗 ？Can you make a tight fist like this?108，就没有一个四打头的。108，我中了。我觉得我们来了这十天真的中了，真的肥、啊，我也中了，我惨了，我中了4斤。Thank you。Thank you， 到我了。快猜你老婆多重？102。Show me your hands like this, face me。哟，猜的真准。51.2是多少斤？103，我胖了6斤，我过来的时候96斤，这是每天吃吗？伙伴们，来妻子浪漫旅行，几个人都胖了。宝贝 ，Look at this。你看，西西，西西敢跳这些吗？他是超级的。哎 ，look at this。我等一下要做这个。我告诉你，我这一次做了降落伞。但你别告诉爸爸，他不让我玩的，但是我玩了，很好玩。下次我们可以去。我给你看看外面啊，你看，就要去那儿，然后跳下去。天哪！但你一定会喜欢的。天哪！加油！老公，你看这个。那你别说了，这是你安排的。哎，我安排他们。那你也够狠的。我也要去试一下吧。你别弄了。我那个没什么，那是一个坐着的，然后就从一个高的地方荡下去。不行。行吧，你有没有想妈妈呀，行吧。转移话题。有啊。不行。你哪想妈妈了？心呀，你心在哪儿呢？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不知道他就把我赢了。Excuse me, guys. I just have to inform you that we have halted operations for right now due to the wind. Once the wind dies down a bit, we can get going again. But it just gives you more time to get more excited. Yeah. 就是他刚刚就说他们风很大，所以我们等一下。Thank you. 风没有那么大，就先让我们。咱们就在这玩一会儿，照照相，泡一会儿。风太大有危险的会。哎，挺好，咱们四个拿这个道具玩一会儿啊，我们可以演戏。你是女主角，坐下去。我是摄影师，我打板。来，这场戏女主角下车，看到男主角和另外一位女主角在约会。好，就这么一个镜头啊。好，我关门哈。好，来，预备 ，Action。给我走吧！我怎么觉得谢娜附体了？哎呀，也太好了！小主，喝口水！哇，我们这戏肯定大卖呀！哎，好嘞，这个是谁的？坏人，给你了，你要跟我一场什么戏？为什么又是我？车太爆了！车太爆了！好，车太爆，长途在这长途那个路上是吗？谢小姐，我们要快一点抢天光，不好意思。好，来了 ，Rolling Action！ 怎么回事啊？车太爆了，肯定是那个警体给我扎的。现在就去找他。
算了，我现在好饿，我想吃点东西。阿康，神经病，神经病，包围巾给你了，该我了。哎，你来清理这个车，我来清理这个车，开始。谁把我车换了去呀？啊，这个演员范儿。不，亮姐，你要演一个性感的。哦，好。性感的女生在这等情人，好吧？好。好，来 ，rolling， action。怎么水啊这个？Oh my god！ 鼻血啊，不错，鼻血出来了。来吧来吧来吧，这个老爷车也好看一眼。这边我们连成线。Are you ladies ready to do the swinging catapult? Yes! Oh, all right! Go, go, go! Woohoo! Oh my god! 那我就知道，肯定跳了。对对。我天，我屁股有点麻，你屁股麻了吗？哎，他本来是安排我们玩这个，但我们先玩一个。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的，我们再玩那个，好吗？我们手心手背，来分队啊！好，黑白配，黑白配。啊！好害怕！要是害怕了，现在就开始胃疼了。OK， 加油，加油，加油！包包是硬撑着，对，他胆小，其实。我最喜欢跟那种胆子小的人一起弄，一直吓你，一直吓。My friend， all right， small heart， small heart。你怎么知道包包是小心眼？也是啦，也是啦。Perfect。好。走走 ，All good. OK. You ready? Are you sure? Yeah, yeah, yeah. Good. Have fun. 看他表情僵硬的。Come on in. 加油！哇，这里已经有点那个啥了。哎，这图啥呢？软哦！弄弄弄，这个还没有弄，弄弄弄弄，这还没弄紧哎！啊，紧一点，让它弄紧。手摸哪里？哎，这里垮住了！哎呀呀呀，这个手抓得住吗？弄弄弄弄 ，dangerous！ 哎，弄弄弄，还没坐上去。还没开始啊！不是，还没坐上去。哎，别，你推出去，我就没坐上了。别推我，我哎什么？手怎么？脚要怎么了 ？Okay, and now we sit down. 啊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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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那等一下，那个现在不是现在坐，现在让你坐，别急。All right. 包包脸都变色了，你看。Keep going with those feet. 前一点点，前一点点。啊！等一下，等一下，
想往前一点。芊芊哪儿了？我哪儿敢走？别提我，我不行了。There we go， 走不了了。走了，芊芊。真的是太勇敢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好享受。我还看安的。大姐一直在笑。怎么停不下来了？嗨了，没声音哎！为什么没声音呢 ？Oh my god！ 还要闻吗 ？OK OK。No no no need no need thank you。I have a shoulder problem here. That's okay. You can just hold on nice and low here. 真的蛮有压力的，现在还是。啊，看了就很烫，那看了就很烫。我觉得我还是得听我老公的话。我觉得。是是。不会还有一个吧？我也觉得是，他怎么可能就这样一下玩完了？慢点。哎呀，开始了，开始了，哎，开始了，啊，怎么样？怎么样？他在干什么？现在，把你们拉进来。哎，不是。Welcome back， 抱抱要哭了，抱抱要哭了 ，She's crying。没有事吧？一下子没有。他哭了，你哭了？我没有哭，是风把我吹的。一下子没有。怕吗？怕吗？下去的时候还是挺害怕的。怕，因为它是完全是荡出去的呀。你因为你荡出去的时候，你整个人是腾空去，你感觉你要被甩出了。亮姐，咱们倒着出去吧。我倒呢，倒。因为倒着看不见，反而会好一点，是不是？可是也倒着会晕吧？你这样做，我不行，后面我反而不行。对，会晕。不是你的那个手能不能这样瞪住？但我是有点害怕，我觉得跟手没有关系。要不自己解散了？坐吧，坐吧，坐。那比起跳伞呢？你要跟跳伞比，它没有跳伞恐怖。对，但跳伞我们都跳了，对吧？对，其实没啥，啥也没绑的都跳了，何况这绑着呢？走。你看，跳了。我的事啊，我亮亮姐让我伤心。哎哎哎，峰哥不是我的问题啊，我教他去玩那么简单一点的那个。罪魁祸首，快点，给你们力量。All right, let's walk up to the edge。说实话，往下看挺恐怖的，坐到上面。那怎样？你要不要玩？放弃吧。All right, let's get you clipped in. 等等等等等等。哇！
No, you don't want to be clipped in? Oh, no, 我不想玩了，我害怕，我真的害怕。子怡不是常常尖叫的人，你看她真的是害怕啊。害怕就算了吧。算了吧。我不想玩了，我真的害怕。No. 找个人陪亮亮姐，我不行，我真的不想玩了。No, not even clipped in. No. 就那两秒，子怡姐，两秒，就那两秒。不是，我们先让他想一想。你想包文具呢？对呀，包包都做了是吗？两秒吓人了，实话，但是第三秒就好了。OK。还是玩了？我刚以为我打赌要赢了。你说，图什么？Sit down. 坐下了。Sit. That's perfect. Yeah, hang those feet right off the edge. 子怡姐，我都行，你没问题。See, look, the feet are over. You're just gonna sit there. There we go. So hang your feet all the way over. 我的腿都打抖呢，真的。Perfect. And the other one.Yeah! Oh, so good!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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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No. Okay, are we ready, guys? What the Maya?勾着脚呢，你看，生死之交。啊！子怡，子怡，感觉怎么样？大脚，来一下。我手真的麻了，嗨。哎，比我想象中好，害怕，没有那么害怕。他们两个说的太害怕了。爸，你老婆胆儿好大啊！胆好大，疯女人，真的吓人。这个我要是看了，我肯定不会做了。欢迎黄磊老师，耶！回去了，真的。你看，你看我的手，你看他，真的，手指抽筋了。我回不来了，你要放松，不然我怕你抽筋。放松，这样，你真的是抽筋吗？我怕你真的是，我的手没有血，是僵，是麻的。我怕你抽筋，你放松。这样，对，我的手僵住了。不关我的事啊，峰哥。啊，他本来 give up 的，就是那个老外，硬要把他绑上。我等一下帮你拍一下，他叫什么名字啊？没事。这样，对。子怡姐是真害怕了这回。对，我刚看了，看他的手已经惨白，没有血丝了。他手疼了，好像是不是？他手疼，他手就一直在下面。他手是估计太使劲了，然后不过血了一下，是血管闭死。Thank you。
Oh my god！ 他的手就这样了，我的妈呀！手抽筋了是吗？我的妈呀，他手抽筋了。拿纸，只有吗？纸巾。这个头带先摘一下，给它封，给它一个有封的地方，不要纸在那个地方。水，有没有水？刚刚那个水能快拿来？太紧张了。是什么感觉？你可以说出来，你肯定就释放就好了。我是全是麻的。因为我的手一直是抽筋儿的状态，就是全是麻的，我有点害怕了。当时让你玩啊。但我又不想让大家觉得我那么没用，好像我又自己在挣扎，可是我又控制不住那个情绪。子怡在哭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挺自责的，在她说哎，其实我不想跳了，其实我是可以阻止的，但是我想会不会我阻止了以后，她在之后会想说，哎呀，那天我要是一下子就那一秒，我又冲破了自己的恐惧，我真的跳了也就跳了，我怕给她造成这种遗憾。第二，我害怕她真的是有什么事情，因为她本来手这个肩膀不太好。我就也有一点自责，就是怕他真的发生有什么意外呢，我真的可能就直接跳下去了，你明白吗？子怡，等一下，给你的外套你披一下去了。你不是，我帮你这里。哇，这个外套披一下。OK， 不想去那个？没有，No， 我不玩了。不，你不是想玩那个吗？不玩了，不等你要玩他，不玩了，真的，我们回去了，真的够了，想玩没事，不用了，真的够了，快点吗？真的不玩了，走，来，你先深呼吸，急，没事了，等医生慢慢的，我们深呼吸，我们深呼吸就可以了。我就是吓到你，我现在脸这还发抖吗？看来我真的是一个大胆，真的是一个大胆的人，胆大量，量胆大。我觉得要不最后亮姐顶我一下，我真的有点不敢了。我哪有啊，风筝我没呀、啊、我真的想逃了，我那如果我只是我跟那个老外说 give up， 那个老外好像不会听英语一样，没有，他就把我往前蹬，对，他不想让我放弃，你知道吗？但是我确实没想过子怡说我不玩了，对，除非他已经怕了。这个真的，我以为说的只会是娜娜，他呢会咬紧牙，我觉得挺好的，经历一次就是吓到极致的那种感受。说实在啊，你会怪啊他们？不会，没有人会逼着你做什么事。他上来啊，刚才就是那个有点，就是抖嘛，就是他已经达到他精神能承受的极限的时候，他就会发抖嘛。我上回录完妻子这回去在机场刚好碰到一个演员，这个演员就是子怡姐拍那个剧组的演员。他就刚好聊起了子怡姐胳膊这个事儿，说子怡姐的那个袖子正在转圈的时候刮住了那个东西，被甩出去的时候，所有剧现场就听咚的一声，然后他们看子怡姐站起来的时候，整个一个胳膊是这样的，就是彻底的就脱臼了，就真的厉害。他虽然可能身体受了那么大的疼痛啊，但他还得保护所有人的情绪，我觉得。他只休息了3天，后来一直好不了，也因为这个。他还是，应该是要强吧。我觉得他内心其实不是真的那么的强大。我不说了吗？越强大的人，其实内心是越脆弱的。但是他跳了，勇敢，还是很强的。像你们结婚之后，现在都有孩子了吗？你会劝他
就比如说一些有危险的这些动作的戏，咱就不接了。有啊。他同意吗？他同意。纯粹的动作戏几乎不可能了。他现在是一个家庭，是吧？对，一个有孩子。对，你要为自己考虑，那个拼是要有代价的。那这个代价你觉得是否值得？换句话说，你是不是想证明你自己？你早就过了证明你的那个阶段了，你已经根本无需证明了，就很简单了。通常在冬天的时候，你说拍下水的戏或者拍夏天的戏，那个女演员就拍啊，没有办法，你也不可能请假。对，我觉得是吃饭，你关键你就把饭要吃好了吧，饭也是凉的，啥也吃不好。就是我就怕她就是，她老了之后就全是病，就这种。不过这个浪漫旅行挺有收获的。刚才谁问到说浪漫旅行第一季有没有这个刺激的？应该没有，没有，没有。对，我们是要因人而异。谁让我们浪漫旅行的第二季这几个妻子是个疯女人，应该是一帮疯女人。好，我们往下看。All together. OK， 往下走。很久拜。哎呀，佳妮已经到了。娜姐，娜姐，我刚刚从那个机场出来，现在回酒店。你们在酒店吗？佳妮，佳妮，我们今天到那个峡谷去那个做那个极限运动了。我们现在要准备下山了，然后我们在别墅或者在街上见哟。完美的躲过了那个。是。休息来。我到啦，耶！因为我今天在机场，飞机晚点了，然后晚点了一个小时，到了新西兰的那个机场以后，海关又把我关到那个小屋子里面去，问了我半天。所以是见到你老公说的？最后一天出去，然后就把护照丢了。而且还牵动了很多的人去帮我找。自我不反省这个事儿不行，你怎么没把我丢了呢？我们看到妻子很多很高兴的时候，但是他们脆弱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跟他们去沟通安抚的？我叫他振作一点，振作一点，振作点，起来。就是你让他去释放，那是必须的。作为一个旁观者，对，不用说什么，其实不需要，不需要。我在看到他特别脆弱的时候，我首先会感受到这个女人是真心的爱我，因为她可以在你面前把所有的武装全部拿掉，本身这就是一个完全把自己交付给你。一般我当时不会跟她聊，搂着她看个电影啊。总之就是待一会儿，让那个时光轻松一点，然后我会跟他慢慢的说起这件事情。解决是一定要解决的。我太太吧就比较大条，她这个脆弱的时候比较多。比如说去面试剧组，就是突然给我打电话，晚上10点多的时候，我也在想老婆怎么没回来，她电话里嚎啕大哭，说自己建完组之后出来打车没有打到，迷路了。我说那你在哪儿呢？你找个路牌，我打车去接你也行。他就一直在哭。可能女孩有的时候她脆弱，她哭你就听着，她也是一种释放。买超呢？就跟他说，你别干了，我养你。你别干了，我养你。太厉害了，我觉得你们四个都是高手。就是知道不可能，但是呢他听着这句话可能会很舒服，不是因为你而伤心，就是因为某件事他伤心，那可能就需要一个拥抱，抱住就好了，抱住就好了。鼓掌鼓掌鼓掌。哎，那我补一个公共问题，你在生活中脆弱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我就自己一人，我肯定自己不会让别人知道，我更不可能让佳妮知道。我先自己去处理，然后如果他想知道我就告诉他。如果他没有回忆那就算了吧。我脆弱的时候少，我会让他知道，让他知道我脆弱并不代表我就垮了。就我们俩经常会去这样互相的去鼓励对方。
Do 花花 How long? 5 minutes? 3 minutes. 3分钟 3分钟 Okay. Work together. Okay. But I draw one at a time. My chair not so big. 3分钟 So if I begin with you, you guys can relax in the meantime. Okay? 这样我们先你别动你别动来动去我睡一会儿就像一个蜡像一样你要闭着眼睛这种给他看到你漂亮的眼睛Kiss me, darling, kiss me tonight. Kiss me, darling, kiss and you'll be alright. Shall, shall. Kiss me, darling, kiss your kiss is so wonderful. My love, you'll always be. 我觉得他是漫画那种的，他不是画那个漫画，我都不给他画了。不是这样，三分钟可以把你画成怎样？那漫画再开玩笑一下都可以。对。Okay, okay. You're set. You're done. I'm done. Okay, so you can stand in the next one. Who's the next brave one? 下一位。Of course, you're the brave one. 我是最乖的，他说。I'll finish. Yep, I'll finish. Thank you. 我不看，我先不看。So you did the skydiving as well? What? Skydiving? You jumped from plane? Yes.Yeah. Yes. Have you done that before? First time? Yes. You do again? Will you do again? Yes. Ah. 在这儿都要说 yes. 不一定哦 You'll remember. Best beautiful. Uh-huh. In. Face is beautiful in for woman. Nana, you haven't asked how much. Have you asked? How much? We have no money. No money, no money. We can dance for you. Okay. We'll sing a song. No money, you sing. We'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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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And you don't have to smile anymore if you don't want to. 他说你不用笑，他让你不要太做作，做女神，做女神经我可以。Okay. 请问，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请问这四个哪个是谁？是谁？是谁？哪个是哪个？哇！这四个四胞胎呀、啊，这是画的。这就是外国人眼睛跟中国人长得都一样。长得都一样，外国人一样。But you sing, we made a trade, no? You sing, yeah, we make trade, no money.他也看出来自己画的不好了，所以就不要钱了，是吧 ？Enjoy. Bye. Bye. 哎，那是我们的人吗？哎，那是我们的人吗？来了，娜姐。哎呦，我的天哪！娜姐，怎么样 ？OK 吗？我去拿把 OK。我就是这人在囧途，真的是醉了。我跟你讲。娜姐呢？娜娜，娜姐，亮姐，阿豹，亮姐，子怡姐，终于到了，第一个出现了。哎，你们今天都去玩了吗？哇，玩嗨了，太爽了，我们玩的。错过了，哎呀。
我们现在去哪里啊？回家了，吃峰哥准备的大餐。我老公肯定准备涮羊肉一类的。我只想吃生蚝，昨天那个生蚝吃不够。那太好了！哇塞！哇！我要翻了，我要翻了！啊！天哪！哇！天哪！好梦幻啊！特别像月球、火星之类的。对对。不像地球。好不现实啊！想要看。看你，看。妻子的浪漫旅行。今天跟你们最后一顿，我们其实一辈子可能就是几十年吧，也许都到不了一百年，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一趟旅行感受到的温暖是在自己心里面的感受。借我们这趟旅程，人就活得那么多，朋友是一辈子。我就说吧，什么什么什么，你的伴侣在婚姻中开小差，这个雨是怎么煮的，他是怎么煮，彼此彼此。曾经有过离婚的念头吗？我经常说怎么狠怎么说，我俩可能早就离了。我就是他的糟糠之妻嘛，我觉得这个女孩漂亮我都会觉得不舒服。这里是峰哥邀你来的，唱一首峰哥为你写的那个。我不会词儿。夫妻合体的部分由我们每一位老婆来设计。啊，够愁呀。对呀，就是恐高。某一项高空作业。不可能，我服了。哎，实在太过分了。最怕做委屈的事情。对，轻一点，再轻一点，手指高一点的。没完没完，快点。为什么今天都是我，你究竟做过什么？啊，这些失败失败，我是有多狠呀，掐死你。行，都行，随便吧。赶紧跑，赶紧跑啊。本节目由专注营养研究、只为好吸收的伊利金领冠独家冠名，十七年专注中国宝宝营养研究，只为好吸收。妻子们的浪漫旅行即将结束，听说呢最后一天峰哥有一个特别大的设计，到底是什么呢？是惊喜还是惊吓呢？我们拭目以待，让我们下周再见。因为我们的节目其实演播室慢慢都快接近尾声了，能不能给我们留点照片啊？每个人留三张，卖萌三连拍，好不好？完全不会，这是为难峰哥了。卖萌三连拍就是一张。那你先来吧，好不好？来啊，对，最年轻的先来，不一定要来吗？对，送给佳妮，来来来。一。有点不好意思。来，一。二三，你跟佳妮会这样吗？平常不会。哎，我要看包包的，来，预备开始，一啊，一样的不行。二三，这就是包式风格。志林，来，预备 ，action， 一二三。你上个峰哥可以借你的眼镜来用一下吧，我还想打一下你的眼镜。一二三。哇，真的什么都看不见，而且你赶快摘下来会影响你。哇，好可爱，像那个小黄人你知道吗？谢谢。来那个，我是真不会。峰哥，峰哥，你拍三张一模一样的也可以。再开始，一二三。
相容的保鲜期多久呢？我说它是不会过期的。坚持到底是什么呢？我说它是忠诚的守卫者。听暴风雨呼啸而过，去途打断我优美的歌。我倔强的迎着风，带着不畏心里的执着，那就是我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登录新浪微博，前往妻子的浪漫旅行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夫妻打 call。 感谢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号、网易娱乐，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感谢独家知识短视频平台百度百科，感谢旅行杂志独家合作平台中国国家旅游杂志，感谢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新浪新闻客户端、中国新闻网客户端、橘子娱乐、界面新闻、澎湃新闻、引力资讯、妈咪宝贝杂志，感谢特别合作兴趣部落、中华万年历、QQ 看点、超级星饭团、青夏严选，感谢以下网媒支持：凤凰娱乐、人民网、中国新闻网、新华网、北新网、环球网、中国日报网、国际在线、中国青年网、千龙网、中国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欧普娱乐、大仙网、红网、大众网。如果可以时光旅行，我还会再回到过去，就好像新花开了无数次，与你初恋100次。